同心大家交赞哈，各位同心大家安坐哈，啊，大家赞哈。啊，咱接下来呢，啊，这点外钟的时间，咱要来讲台湾语文甲这个教育台湾话的一个重要哈。啊，这个前一站呢，我带好带团去越南哈，做文化交流哈。啊，咱嘛拜访越南的真济单位哈。啊，其中呢，咱有拜访越南文化部下面的一个。啊，做传统艺术啊，这方面的研究甲推广的单位呢，哦，啊，咱嘛有带这个台湾的这个布袋戏去甲越南的这个水上红啊戏，啊，越南伊一个传统的这个水上红啊戏，哈，嘛真有名，哈，这各位啊，捌看过，也是讲捌听过，哈，啊，这是多好，啊，咱前届去交流的一挂相片，哈，啊，咱这届嘛算是讲，算是头一届啦，哈，就讲台湾的布袋戏甲越南的这个水上红啊戏呢，共一个。啊，同一个时阵吼，啊，伫遐做一挂交流吼，啊，所以呢，即、這个越南迄边，啊，咱台湾驻越南的即个中央社的记者呢，冒来拜访，冒来迄个采访吼，啊，这是咱带即个咱台湾嘛真有名，即王月明布袋戏团，啊，团长呢，啊，伊早着伊即个啊，伊所编的即新的戏出吼，就是即个台湾，即个西拉雅哈。啊台湾英雄是咱亚这个戏出呢，啊，这算是咱过去呢，咱呐讲到这个布袋戏哦，可能拢是讲到这个啊，拢以中原群结吼，用中国呢做中心发展出来这个故事呢。但是这几年来呢，开始有咱以咱台湾本地以台湾做中心咧编的一挂这个新的戏出出来吼，譬如讲啊，这王月明布袋戏团呢。因着真用心哈，用咱台湾本地史莱亚哈编播作史莱亚的故事呢，啊，迄个编出来啊，啊，类似种呢，豆豆嘛开始有哈，啊，所以这是真值得鼓励啊。所以咱即届呢，特别邀请咱王月明布袋戏团呢，啊，来甲越南，甲大家做交流哦，甲越南迄边来做交流哈。啊，即、這个有的人讲啊，即、這个越南。为什么要跟越南交流？啊，越南有特地什么通好咱当学习，还是讲会当做参考的无？哦，咱过去想讲啊，越南新娘，哦，可能讲是越南新娘尔呢。哦，啊，到底越南诶，跟咱有啥物关系？还是讲有特地咱来做参考的无？诶，今仔这嘛是咱要来看哈，就是讲针对着咱台湾语文哈，包括着原住民的族语。哦，也是讲合法客语，也是讲咱的台语呢。遮个台湾的语文呢，要安怎来复兴？搁来包含着咱台湾民族要安怎会当有出头天？哦，这呢，那就越南民的历史上哈，因为真侪对抗中国的遮个案例，这拢是值得咱台湾真好的一个参考的点哈。啊，所以呢，为十几当前，我都拢有持续。去做这个越南的研究哈，啊，主要拢做台湾甲越南的一挂比较，哦，啊，所以呢，咱大生呢要讲台湾语文进程，咱大生先来了解一下，讲，咱越南呢，因伫独立建国过程，包含着恢复，哦，挽救着因家己的母语呢，是安怎做的？这部分呢，啊，伊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甲过程呢，咱就先讲吼，各位来做参考，啊，接续嘞，咱就来讲，啊，咱未来咱台湾语文。咱的教育台湾话是要哪做的较好？哦，咱先，安尼来，哦，啊，大生呢，咱先来讲这个较近代这个的历史了哈。啊，这段呢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结束了呢，啊，这个蒋介石呢代表联军来接收越南甲台湾哈。啊，台湾的这部分，我相信包括拄只啊，这个顶一场的演讲，或者是讲这个。咱秘书长伊个演讲呢，啊，内底嘛拢有讲真济，啊，就是即个有关蒋介石因来占领台湾，即个历史来讲，伊个国际法律上到底是啥物情形，我想即大家拢会较清楚。但是对着，蒋介石嘛去占领越南这件代志，可能大多数的人都较唔知啊。啊，这呢，我骨那当前嘛了，以前呢嘛也唔知啊。啊，我以前嘛唔知这件代志是骨那当前呢去甲越南。做交流哈，啊，甲越南某一个学术单位做交流呢，啊，听遐学者咧讲，讲蒋介石呢曾经嘛占领越南，哦，就是
二次世界大战了，我占领过越南哈，派几十万的军队去，啊，迄当时呢，嘛造成越南的真大的死伤，甲真大的政治的混乱哈。啊，我即方面台湾竟然有这类代志，啊，了呢才开始去收集资料，啊，愈收愈侪，啊，果然是无唔对啦。啊，甚至呢，这历史呢，伫越南的高中的教科书拢有记载，哈、啊，这千真万确，咱等下买。需要这个越南的这个教科书哈，高中教科书给各位看哈。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咱今麦就简单来说明一下哈。啊，伫这个1945年8月15日啊，咱这个日本天皇正式投降进程呢，越南的国父啊，应叫做白虎啊，就是胡志明呢啊，伊就听到风声哈，伊、啊、知影这个日本天皇可能两年就要正式投降啊，所以呢，伊就开始咧准备啊，准备啥呢？伊想讲，若当日本正式投降了呢，伊要踮越南发动起义，发动起义要安怎？通去接收啊、哦？因为伫即个1945年进前呢，日本嘛派兵去占领越南啊，差不多占领4-5冬的时间哈、哦。啊，伫迄当中，咱台湾嘛真侪台湾兵派去甲越南的啊，即我进前嘛有调查过一个，算是即、這个。伊算较后勤的啦，啊，即、這个吴仁义哈，伊、嘛是用调去越南，啊，尾啊呢，我留伫遐娶某生囝，啊，尾啊，拄啊踮越南过世去，像即种例呢嘛有哈，啊，即有机会另讲再去讲哈。啊，咱来讲即个胡志明呢，伊就知影即个风声哈，所以呢，而且伊知影讲日本天皇若投降了呢，越南呢有可能会交予蒋介石来负责占领。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所以伊就真要伊呢，准备起义哈。所以当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了呢，伊真正踮越南全国各大城市发动起义。所以咱即摆看的这幅图呢，这是伫越南的这个革命博物馆内底展示的，就是迄当时，这是越南地图哈，内底一点一点这红色的，这个越南旗呢，就是迄当时伊发动八月革命。诶，成功的遐大城市，短短两礼拜，伊就成功，就是甲遮个大城市拢头占领起来，啊、哦！所以各位若有机会去越南佚佗的时阵，我想即摆真侪人去越南佚佗哈，恁甲注意，因个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路叫做革命通道，就是八月革命大道、八月革命大道，一定拢有一条这种大路，伊就是纪念啥？1945年8月中甲八月底，短短两礼拜之间，胡志明因发动起义。哦，啊，这个因占领大小城市的这件代志哈，啊，这个胡志明伊发动起义呢，目的是要从啥？伊随发动起义了，伊过来，伊就随宣布组成越南的临时政府。为啥伊要紧组成越南临时政府？因为伊惊吼，啊，这蒋介石的军队若真正失败了，啊，你群龙无首呢，越南拢无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无一个对外发言的单位的时阵呢，你就安那？故人台，故人故在人，甲你安怎欺负啊咧？哦，伊有可能蒋介石甲伊占领，占掉无爱走啊！哦，啊，所以呢，伊就随宣布组成越南临时政府。过来，伊革命成功了，过当个月9月初二呢，伊就阁随宣布越南的这个独立啊、哦，宣布这个越南呢正式成立啊、哦！啊，这个。伊只看脚手只紧呢，当然伊就是要赶伫蒋介石军队迄摆进前呢，紧成立这个宣布越南独立吼。啊，这个日本天皇投降了呢，这个麦克阿瑟呢，真正就是发布第一号命令，啊、要求蒋介石迄边甲北越，啊，在北纬16度以上呢，由蒋介石派军队迄边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啊，这个蒋介石呢，伊就为这个芬兰，啊，为芬兰遐呢，由这个卢汉吼，卢汉呢带领10万的军队，哈、啊，进入这个北越，吼、啊，要接受日本军的这个投降，哈、啊。啊，咱即摆看这相片呢，嘛是我为越南遐摕转来的。这是这个1945年蒋介石的军队哈、啊，来到越南海防，啊，底下阅兵哈，阅、啊、兵台顶头的相片哈。啊，这是因的军队呢，要进入河内。的相片哈，啊，这嘛是伫迄个海防，啊，这北呢，啊，各位要看嘛呢，
这位就是吴志明啊，倒手柄这个像呢，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何应钦呐、啊，何应钦哈、啊，啊，这是伫对，伫何来，伫何来咧翕的，就是何应钦呢，代表蒋介石去遐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啊，这是南部哈，越南南部是由英国的军队来占领哈。啊，这呢，这是这个越南民游击队所做的迄个通报器，伫通报讲吼，啊，这个蒋介石因的军队已经抓到倒去啊，哈，走到什么所在啊，哈，这做通报的。啊，这北图呢，这是一个油画哈，是咧描写讲吴志明呢，伫迄个时阵呢，伫苏科边啊来对付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啊，这个蒋介石的军队翕伊甲越南发生什么代志？两件大代志哈，第一件就是这个。蒋介石要求讲吼，我二十万的军队翕去到遐，啊，食的、穿的、用的，要啥物人买单？当然嘛，爱叫越南买单。伊讲你爱互我粮食啊，你爱互我食的、穿的、用的这些资源呐，哦，啊，当然，伊就爱要求越南爱出啊，哦，啊，伊要要求咧，伊敢真咧遐高位讲噶啦，只要二十万人，二十万的军队有够用就好，当然嘛无可能，会当摕愈济愈好啊，就亲像讲。蒋介石的军队来到咱台湾了，伊安怎？嘛是甲咱遮个粮食、甲咱遮个资源，拢甲运去中国，通啊派来战嘛？哦，伊伫中国几百万的军队呢，伊敢真啊敢摕你迄二十万，啊种几万人的食穿的资源呢？不止啦，所以伊就要求爱大批粮食，甚至黄金，啊、哦，一寡资源拢爱交出来。啊，迄当时吴志明就头壳疼咧，哦，因为迄当时呢，拄战争结束。越南呢，啊，拄好1945年迄阵呢，农作物收成无好，哦，啊，过来越南的米仓吼、哦，就是生产米呢，拢大多数拢是南平较济吼、哦，所以南平的米无法度运起来，因为这个铁路中断去吼，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这个工夫呢，拢断去吼、哦，所以南部的米运袂起来，啊，北部农作物阁欠收成，所以呢，伊只粮食的资源呢，农作物呢就欠收。所以人民就无够物件通食，啊，无够物件通食，佮爱去应付蒋介石伊个要求咧。只好吴志明只好就爱搜刮，就讲啊，你厝里有只物件，咱交出来，交出来上好，即、哦、中国军队啊、哦。啊，结果呢，因为安尼的越南人在地人就无物件通食，啊，无物件通食就安那，就枵死啊。听讲咧，枵死偌济人哦，过亿，200万无唔对。啊，这毋是我后壁讲，这是越南迄边。那边的学者，因估计哈，大概超200万人夭死。各位你也看，200万人啊，是咱迄当时迄期八世纪的人几倍、几十倍安尼，会使讲超几十倍哦。哦，啊，200万人夭死，所以当然就引起越南当地人真大的愤慨哈。啊，介蒋介石伊个介入越南的内政，伊讲哈，你吴志明啊，你卡手遐咩？你甲成立这个临时政府？佮宣布越南独立，你卡手真咩呢吼？安尼啦，无你的国会啦，你的内阁啦，一半的席次拢交出来，交出来要啥？互遐亲中国的遐越干呐，吼、哦，啥物叫做亲中国越干？就是看起来敢若是越南人，毋过呢，拢听蒋介石的话，吼、哦，譬如讲一个叫做黄海成的阮海成的，伊捌参加过，伊本身是越南人，毋过呢。伊个心较我中国，所以伊嘛去参加过黄埔军校啊、黄埔军校啊，哦，啊尾也嘛娶一个中国某呢，啊当然交路尾是流亡中国啊，走去中国啊，唔敢返去越南吼。啊伊就讲，你遮个国会啦、遮个内阁啦，席次爱让一半出来，哦，啊互遮个亲中个遮越南人做，啊蒋介石嘛伫越南扶持越南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毋是干呐。有中国国民党尔嘛，越南国民党啊，伫迄段时间吼，爱、啊、着要求爱让出席次出来，过来你想讲，你这個国家副主席爱让出来，好上好黄海成做，所以伊就是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啊。哦，啊当然，徛伫吴志明的角度来看，哦，这个真害啊呢。哦，你也要个粮食，要个资源啊，要介入我的内政，安尼吼，凡是有一天。我越南就变成你中华民国的一个越南省尔咧，啊！啊，为什么吴志明对这个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这样有戒心、
真了解蒋介石头壳内伫想啥，因为呢，胡志明捌互蒋介石关过，吼、哦，互伊关过一冬啊，关伫广西吼。啊，为虾米伊互关呢？因为迄当时国民中国国民党呢，怀疑讲吼胡志明是即个中国共产党个尿白啊，吼、哦，啊，因为迄当时胡志明着去中国，啊，当然伊世界各国足济所在拢有去啊，啊，其中一段时间去中国。啊，要找找中国迄边的，包括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遐个人的资源，要希望讲因会当协助越南来革命，啊，来推翻迄当时的这个法国政权，啊，所以去越南，不去中国，结果伫中国迄个国民党甲抓起来关吼，啊，伫互关的夹角内底呢，胡志明嘛写一本册叫做《狱中日记》啊，《狱中日记》哈，《狱中日记》，啊，这嘛算真有名。胡志明真有名一本册吼，好啊，所以呢，迄当时胡志明在咧思考讲，啊，若安尼是要安怎？哦，要安怎把蒋介石赶走呢？各位，咱甲想看卖，你若是胡志明，啊，你会安怎？要安怎来处理？哦，好个在胡志明，我也算真巧了吼。一方面就是讲，伊对这个国际法律嘛真了解，啊，对法国呢嘛真了解吼。啊，因为照讲呢，就是讲，你伫这个，啊，你蒋介石虽然会当派军队去，啊，伫法律上会使你会当去，无唔对。但是呢，照讲呢，你若完成任务，也就是你若解除日本军的武器，啊，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了，这个、任务完成，你就应该离开越南嘛咧。啊，所以伊嘛真了解这个国际的这个法律哈，啊，所以私底下去找法国。啊，找法国去谈条件，因为胡志明知影讲吼，这个法国呢，真希望佮重新回来统治越南，因为伫1945年以前呢，啊，这个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啦，伊的殖民地吼，啊，所以法国就希望讲战争结束了呢，会当佮回来越南，啊，继续统治吼，啊，所以呢，伊就私底下佮这个法国呢签一个密约啦，这个伫1946年。3月7日所签的叫做三六协定，咱即摆看的这就是因迄当时签协定的时阵的翕的一个相片吼。啊，这个协定内底大概意思就是讲，我越南呢，哦，愿意佮加入法国联邦，哦，成做你法国联邦的一份子，哦，欢迎法国佮继续当来统治越南，哦，啊，但是呢，有几个条件，哦，譬如讲，你爱允准我越南呢。嘛会当有家己个军队，吼，啊，过来我越南有独立个财政，过来上重要就是你爱帮我把蒋介石赶走，吼，这条上重要。欸，啊，这个法国人想想来讲，欸，这嘛有通呢，因为伊都想要等下继续统治越南嘛，所以法国呢，伊就去找蒋介石谈判，讲安尼啦，恁这20万个军队吼，你若撤退呢，为越南撤退，你若欢喜甘愿走，我阁加送你一个礼物，就是过去呢。啊，哦，这个中国甲法国呢所签的一挂不平等的条约呢，咱拢甲夫妇的准都煞。哦，咱知影过去呢，自大清帝国末期啊以来呢，中国甲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甲西方国家签下真侪所有的不平等的条约呢。所以当时法国就提出这个条件，讲你若愿意撤退，我就甲遐条约拢夫妇的准都煞。啊，蒋介石想想讲，哎，嘛袂歹呢。哦，伊甲法国遮呢，落尾就是达成即个条件吼，伊愿意撤退，吼，啊，甲越南让予法国，吼，啊，当然迄当时蒋介石有家己的考量啦，吼，就是讲伊一方面嘛需要军队转去拍内战呢，啊，一方面想讲反正我资源摕了有够就好啊咧，食饱就通好转来咧，吼，啊，所以呢，就伫即个情形之下呢，蒋介石才愿意伫1946年越南呢为越南撤退。哦，20万的军队，只撤退转去中国哈，啊，所以这件代志呢，这呢，伫这个越南的教科书内底拢有写着，哦，伊的高中，啊，像这伊的历史教科书哈，这是伊的册教科书的封面哈，历史就是历史哈，十二就是高三哈，第十二册哈，高三的这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着哈，其中呢哈，第三章。哦，伊讲到1945年到1946年迄段时间，越南的历史是安怎？啊，所以我拄则讲的遐呢，啊，差不多拢伫即个历史教科书内底拢写着。
哦、所以一般呢，越南人呢，伊若读到高中毕业的呢，伊差不多拢知影蒋介石，啊，拢嘛知影蒋介石啥物人，啊，啊，一般越南人呢，拢甲蒋介石呢当作是歹人啊，就因感觉讲啊，这蒋介石都学白来嘛，一方面是捌占领过越南，一方面是捌甲因呢国父胡志明甲关过，啊，所以伫即个一般啦越南人的印象中，国民党甲蒋介石拢是歹人。哦、啊，唔是恁个有机会呢？咱也拄啊厝边隔壁有即个越南新娘吼，啊，读到高中毕业，甲问，哦，看呢对即个蒋介石的印象是安怎吼？好、哦，以上呢，过来咱来讲吼，以上这是1945年迄段时间啊、哦，越南伫历史的关键时代呢，因做下正确的选择哦，甲行动吼、哦。啊，即、這个咱拄则讲个，1945年9月初二呢。胡志明就宣布越南独立。当然，伊一开始宣布独立的时阵，敢有任何国家要承认？无啦。伊一直到差不多1950年呢，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第一个承认。啊，佮有迄种是苏联嘛，第一个甲伊承认的。所以爱过5冬了，才有人要甲伊承认。一开始无人承认哈，但是呢，伊宣布越南独立了呢，第六天胡志明就佮随宣布啊。宣布讲吼，伊要推行母语，啊、哦，要把这个因家己越南话甲救回来。因为过去伫法国统治的时阵呢，因爱用啥？爱用法国话，爱学法文。啊，伫中国统治的时阵，就爱学啥？爱学中国文啊、哦。啊，所以呢，伊就宣布讲要推行越南话，而且过来，伊废汉字，无爱用汉字，要用罗马字。啊、哦，过去越南嘛用汉字，啊、哦，甲台湾同款。啊、哦，拢有用汉字，但是后来呢，啊、哦，伊经过多方面考虑了呢，伊无爱阁用汉字啊，哈、哦，啊，要推行这个越南罗马字，啊，过来伊就开始全国呢，开始咧推行，所以你啊看人对这个教育，对这个语文母语呢是偌重视的，好啊，啊，像这呢，就是迄当时因要伫全国推行，啊、哦，所以无论较重要所在，因嘛是爱设学堂，啊、哦，家己民教。教伊个母语，啊，教伊唔呐会好，你会用讲，会用读，啊，啊，佫会用写，哦，听讲读写拢爱着滴啊，啊，佫来，像这张相片是啥呢？这是呢游击队，伫野外，伫山区，吼、哦，遮偏僻个野外呢，哎，因穿插伫边啊，有人旁休困个时间，人嘛伫遐学罗马字，吼、哦，要甲家己个母语呢，啊、哦，听讲读写拢佮学起来，所以你啊看，这是1945年、1945年迄阵所翕的，哦，越南人伫建国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嘛无放弃家己的母语甲文化，人是遮尔啊坚持啊，哦，啊反头咱也想讲，啊咱台湾人是安怎？哦，台湾人迄个中国国民党统治60几冬了呢，哦，中华民国统治60几冬了呢，煞当咱俗语讲的，人贼做老爸呢，即摆真侪，尤其愈来愈少年呢。拢把华语当作是家己的母语安尼，煞袂记得家己的母语，原底可能是客语，也是原住民话，也是台语的，煞拢袂记起安尼。啊，包括像讲，我即摆伫即个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册咧，我逐年上课是拢会问新生吼，迄大一来的学生咧，我来问讲吼，啊，恁感觉华语是你的母语的人，请举手。平均册差不多90%的人，拢举手啊，拢认为华语是伊的母语安尼。啊，所以你也看。啊、哦，看偌严重就好。但是咱越南，哈、哦，或者是讲咱另外一个隔壁厝边韩国，即几年嘛真清的韩国，人伫1945年以后拢是安怎要恢复家己的母语。所以你看人韩国，哈、哦，即阵所谓的韩流，哈、哦，包括即个韩国电视剧、韩国的音乐、韩国的手机啊、电子用品等等，拢真清咧。哦，啊，人韩国话嘛愈来愈清咧。所以1945年迄当时人往。韩国人若甲放弃家己个母语个时阵，到今仔个韩国话都无啊啦。哦，啊，结果咱台湾人呢，哦，当然在座拢是真坚持母语，但是除了咱遮坚持个之外，外口个人有几个人伫坚持？所以咱即摆就是爱学习一下人韩国，学习一下人越南，对家己个母语文化个自信吼。啊，过来咱来讲，伫1945年。啊、哦，这个越南有一份报纸叫做《越南独立》哈、哦，《越南独立报》哈、哦。啊，这个报纸内底呢，有一幅图哈，啊、哦，伊这是描写迄当时日本呢，大日本帝国呢，
啊，当然，迄当时伊咧侵略中国，吼，啊嘛要占领东南亚呢，所以因迄当时的这个报纸就画一幅这个网架，吼，伫描写讲，这个拿一个枪，拿一个刀的，吼，这是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吼，啊，咧欺负这个光头的，吼，这是中国人，吼，刀就是中国人，啊，这个越南吼，越南人，缅甸，吼，另外呢，方欺负上惨的，吼，是台湾、朝鲜，吼，甲满洲。所以这幅图有显示啥物呢？伫当时越南人的眼中，伊感觉讲台湾甲中国都无共的民族啊，伊甲台湾甲中国是分开来看的。所以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直接统治之下，所以因认为台湾呢上可怜吼，地伫上下骹，啊，甲中国是无共的，是两个无共民族啊。啊，结果敢若咱台湾人戆戆啊。啊，佮叫是讲，蒋介石来是祖国要来甲咱解救咧，所以可惜，迄历史的时机点咱无把握着啦。哦，咱迄个时阵，咱啊有人像胡志明安尼呢，要求蒋介石你得爱离开台湾，上无伊看叫伊倒去金门妈祖嘛，那总共会当安尼时，咱台湾今仔日就无遮侪问题啊，好，以上这是有关着1945年哈越南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介绍哈。啊，这个越南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陈仲金，伊的捌讲过这段话啦哈。啊，先简单介绍陈仲金是什么款的人呢哈？伊是一个历史学家啊，伊算是第一个越南的用越南罗马字啊。来书写越南历史，而且呢，佫是用越南的史观来咧书写越南的历史的第一个历史学者。过去呢，一寡越南的历史呢，有一寡史观拢是用中国的角度伫看，就亲像咱即卖嘛同款呢。咱即卖写台湾史的，敢一定是徛伫台湾？不一定呢。有的人，譬如讲真侪中国人，伊嘛写台湾史啦，但是伊写台湾史是啥？用中国的角度。去写台湾的历史啊，但是咱较无的是用咱台湾人的角度来书写台湾历史啊，这呢，陈仲金伊真重要吼，就是第一个用越南的历史，用越南的史观，佮用越南的罗马语来书写越南的历史的头一个人，伊伫即个差不多1940年代呢，迄当时日本去的时阵，去到越南的时阵吼，嘛曾经要扶持。一个临时政府哈，伫迄个政府之下咧，这个陈仲金咧是负责这个教育这方面的代志哈。有一本册啊，真有名，叫做《越南史录》哈，《越南通史》啊，越南通史的册。伫这本册内底，伊的大话头呢，伊的序言哦，大话头内底伊就安尼讲哈，伊讲咧，伫过去日本这个中国统治台湾，中国统治越南的时阵呢。唔管大人囡仔，啥物人去读册，拢敢学中国历史，拢无要学本国史，写诗、写赋、写文章，拢嘛爱根据中国的古典，对着本国的代志，拢无要提起，感觉本国历史无重要，认为讲爱知影迄也无路用，为虾米？因为自古以来，咱无家己的国文呐，拢敢爱借助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来学，啥物代志拢爱受中国来影响，所以伊讲的段话呢，会使讲多少是咱台湾人即卖心声啦。你也看，马英九呢一个起来了尔，即卖呢伊要阁加强台湾的即、這个，譬如讲高中的即个文言文的比例，伊阁要甲你加强呢。进前多正常的人来甲伊降做45%，伊即下要甲你调做65%，阁来历史嘛是，伊即下阁要增加中国史的比例。毋若增加中国史的比例，伫介绍台湾时，伊嘛拢开始阁重新用中国的观点来咧介绍台湾，类似即种的情形咧，愈来愈明显咧，所以呢，咱即摆台湾的情形咧，拄好就甲越南的情形同款。但是咱越南即摆是安怎？即摆已经脱离中国的即个阴影，家己有一个家己建国，家己的民族咧有出头天啊。但是咱台湾呢，所以呢，未来就讲咱台湾呢，这个有关着教育啦，语文啦，母语这部分呢，
啊，咱就当来参考看越南到底是安怎来做的哈。好，以上呢，这是针对越南的部分哈。像这呢，拄好是这个咱拄则讲到胡志明伊所讲的这个《乐中日记》啊，咱个调研哈，调几首啊啊。啊，其中伊讲咧，身体在乐中啊，精神在乐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爱大吼。啊，过来伊讲解过广西十三关吼，因为伫广西方关过即足侪所在吼，带了十八家房吼，去带十八家房吼，试问伊所犯何罪吼？罪在为民族之中吼，这是即胡志明乐中日记吼。以上咧，这是针对越南的部分吼。啊，过来呢，咱即摆来看这个，要来讲台湾的部分哈。啊，即摆甲这个 PowerPoint 小刷一下哈。过来呢，咱特别来讲台湾的这个语文的部分哈。有关着这个台湾语文的哈，当然咱的台语是包含着原住民各族群的语言，包括着客家哈、合法客语哈，也是讲。所有的人啊，台语这部分，这拢是咱台湾的语文哈。啊，这台湾语文啊，过去长久以来呢，因为咱拢无受教育，所以台语文呢，啊好，客语文也好呢，到底要哪读，要哪写，我想大多数的人拢无啥了解。啊，不然先请教各位哈、啊，你的母语无论是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呢，拢无要紧哈。你会晓读，会晓写，请举手一下，在座啊一位。啊、哦，咱在座差不多五十人，干那一位啊，顶、哦、头两趴，两趴的人哦，会用读写家己的母语尔。哦，啊，无要紧，这毋是国语的罪过啦。啊、哦，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呢，伫中华民国体制的压迫之下，咱母语用母语来受教育的这个观念，去互伊剥削掉去啊。啊，啊，咱即摆来看，到底呢，这个台湾语言。啊、哦，会当读，会当写无？咱请教各位，台语也好，客语也好，会当读，会当写无？恁有人捌看过无？捌看过的人，请举手一下。哦，加减够有几个朋友哈，几个同心捌看过哈。认真讲呢，咱台湾语文的这个书写的历史，特别是白话文。用白话来书写的历史呢，是比中国的五四运动搁较早。啊，中国五四运动是到当时1919年啦。啊，伫1919年以前呢，基本上中国拢也是用文言文。啊，1919年以后呢，因遐文人啊，较开始重视白话文，啊，才开始啊，大力来推迄、那个推广啊，提倡这个白话文的写作。啊啊，这个但是呢。那咱台湾的白话文的书写历史，其实是比中国白话文搁较早。哦，咱今仔特别来提一寡即个证据哈，比如讲即个台语的即个书写教材啊，像咱今仔看的，这是白话字是用教科书用罗马字来拼写台语的即个教科书，这真早以前就有啊。哦，啊，过来像讲字典，真早以前嘛有字典的，比如讲现存现出时要搁找到的。规本完整的这个字典哈，是1837年啊，这个 Methurst 呢，伊所编的这个福建方言字典哦，或者是1873年的这个下英大书典，或者是讲第一本伫咱台湾家己正式出版的这个下英像新字典哦，在1913年啊，这种百外当前都有啊，啊，当然字典不止这啦，搁真济哈，这算经规本啊代表性的，好、哦、各位看哈。情况，这是1873年下英大书典哦，道家的牧师所编的哈，这是用厦门话甲这个英语对照的这个书典哈。啊，厦门话就是咱目前的台语的前身呐哈，咱进前啊，咱这个台语呢哈，几两百年前就是为厦门遐啊来个台湾了呢，佮咱台湾的这语言接触了呢，都演变出咱即卖台语哈。啊，过来。哦，像这个厦门音新字典哦，咱第一本在台湾正式出版的这个字典，到今得要100年啊！哦，啊，这呢，伊这呢，就是用白话字哈，台语的罗马字来出版，啊，中午附一个汉字哈、哦，啊，后边呢嘛是用这个白话字来介绍哈、哦，啊，这是对出版，
伫台南，目前的这间目前叫做台湾教会广播社，伊的前身啊，新老册房啊所出版的哈。啊，这部册即卖嘛阁有啊，啊即卖有重新再版哈、啊，改名叫做这个《甘为林台语字典》啊，因为这本的编者呢是甘为林牧师哈。啊，即卖叫做《甘字典》哈。啊，过来除了字典之外呢，报纸嘛有呢。咱报纸当时就开办啊，1885年，咱就台湾府城教会报，啊，这报纸全部用台语罗马字，用白话来书写，啊，譬如讲，伊只了台湾府城教会报，啊，啊，这个1885年到1919年差几档，差30几档呢，要到40档呢，啊，啊，你看伫。五四运动进前30-40档，咱就已经用白话文来咧办报纸，啊嘛用白话文来咧写作，哦，啊咱即摆来看卖咧吼，有人会讲，啊这份报纸，啊这是毋拢甲教会有关系呢？啊这甲一般老百姓他有啥物关系？真有关系哦。哦，咱若看即个世界的历史就好啊，譬如讲以西欧因的即个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来甲看吼。像讲咱即卖讲的英语啦、德语啦、法语啦、西班牙话啦，因遮个语言的书写过程，迄嘛种较几百年前较豆豆形成的尔。咱毋通想讲啊，即英语、德语、法语，即是毋种几若千年前就开始有啊？歹势，毋是啊。你讲像德语，德语嘛是它几百年前才豆豆形成尔，包括伊的书写系统，嘛是用即几百年来。在因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嘛则豆豆形成的尔。啊，这过程就是讲，过去欧洲呢，因主要是这个啊，较早呢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统治哈。啊，在这个宗教改革迄个时代呢，哦，都有人提出讲吼，过去呢，你若伫欧洲呢，你若要教会，你都爱用啥？拢用拉丁文啊。啊，一般老百姓伊敢有都看拉丁文？无法度呢，老百姓是讲啥？你若伫德语区，你就讲德语嘛；你若伫法语区，就是讲法语啊。西班牙话的区域，你就讲西班牙话啊。伊是各地有各地无同的语言啊。但是你去到教会，你得爱用圣经，圣经拢用拉丁文书写，所以一般人其实看无，伊读无，啊，得爱安怎？得爱牧师、神父啦，得爱神父解说互伊听。啊，神父，所以古早欧洲的神父拢爱学啥？学拉丁文，因为圣经拢是用拉丁文写吼。但是呢，这个用拉丁文用翻译的呢，一个久了容易安怎会走错去？譬如讲，这个神父呢，当然大多数的神父可能是真正派的，但是你嘛拄到的拄到一两个也较无正派的神父呢。啊，这若无正派的神父，就安怎？圣经讲的呢？伊个意思，伊家己个迄个解说，就甲歪错去啊！哦，反正上帝是讲安尼，爱就甲讲做安尼，哦，就无同个解说呢。所以一个久了呢，这种歪错现象愈来愈侪。所以落尾呢，这个马丁路德啊，伊就提出这个宗教改革。伊认为呢，讲吼，要哪改善这种个这个这种情形，就是信徒呢，这个歪错着圣经个这种情，要哪甲改善？伊提出一个做法，就是讲，这个圣经呢，爱用老百姓平时日常生活咧讲的母语来书写啦，或者个信徒呢，会当家己用家己的话来读圣经啦。哦，你都无需要透过中文的这个翻译者，哦，你都袂去学遐中间者呢，遐这个算讲牵狗的人呢，去话歪错去。所以呢，伊就把这拉丁文的圣经呢翻译做啥？用法国，用德语啊，哦，因为马丁路德伊本身会用德国话，哦，伊就甲翻译做德语，哦，啊，翻译到德语的圣经了呢，伊就开始安怎要推散，哦，所以你若来信教的人，你就爱安怎爱学会晓德语的书写，德语的拼音，哦，啊，当然伫法语区，伊就用法语；伫西班牙话的区域，就用西班牙话；伫意大利的，就用意大利话。各地方就开始大大形成一个普遍，用各地方的语言呢。去翻译圣经，哈、哦，啊，这信徒来了呢，把这罗马字学起来，伊就咱开始书写家己母语啊。所以母语的书写伫后，即嘛是近代即几百年来的
产物啊。哦，啊，当一般人呢，甲这套，譬如讲德语区的人呢，伊甲这个德语的罗马拼音甲学起来了，伊会按开始用罗马字来书写德语啊。伊学会晓了呢，伊除了读圣经之外，伊就当甲运用伫其他的应用啊。啊，譬如讲你日常生活的应用，啊，你要买一下菜者，要买一下啥货，你做一下笔记者，嘛拢会使啊。啊是你讲要写日记，啊，你每一天发生啥物代志，要做一下日记，嘛会使啊。或者是你若是即、這个要采录，譬如讲细汉呢，听过即个囡仔故事，听过即个囡仔歌呢，你要甲记录起来，嘛会使咧。吼、哦，文学民间文学的采集，啊，采集了呢，因就当去出版。啊，出版呢，就当去踮学校，还是讲伫教会内底咧教。吼、哦，所以呢，伊即个德国人的意识，即、這个民族意识就大大形成啊。英国人的意识嘛是安尼大大形成，法国人的意识嘛是安尼形成的。所以近代即个欧洲呢，即个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呢，都、就是安尼大大形成的啊。啊、哦，甚至呢，即个人啊、哦，经过几若代了呢，伊的即个母语的书写的即个技巧呢，愈来愈好。然后伊的文学的造诣嘛，真好的人呢，伊就当呐用母语的这民间文学做背底，去发展出伊的新的创出来。所以近代这个欧洲，尤其文艺复兴以来呢，伊这个母语的创作愈来愈普遍，才无尾才形成着咱即卖所谓的这个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意大利的文学，是安尼形成的。包括咱即卖真侪真有名的，譬如讲格林童话。啊、哦，像这呢嘛是迄当时所采集的这个民间故事啊，啊，所以呢，那为整个欧洲因的这个近代国家啊、哦，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甲看的时阵呢，拢甲这个宗教有关系，就是宗教互因会向用母语来书写，大大发展出家己的民族意识出来，啊、哦，所以呢，为安尼来看，像台湾嘛同款啦，啊，为台湾这个台湾府城教会部才开始。啊、哦！在教会内底，伊教这些训导呢，会用母语来书写，这是第一步。哦，啊，透过这母语的书写，豆豆啊形成伊这民族意识出来。啊，咱这边来看卖呢吼，这份报纸呢，内底呢，伊刊载有啥物件？当然有真侪拢是甲宗教有关系，但是呢，伊嘛有其他无遐直接的关系的报道嘛有呢。咱举一下例啦吼，譬如讲，伫1886年。有一篇这个白话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啊，日本的怪代志啦，吼，啊，这是你讲啥呢？好，伊这篇，伊这篇小说呢，是用这个白话所写的吼，啊，这是你讲啥呢？讲有一个人呢，入城，啊，啊，伊住伫这个客店，吼，啊，伊住伫客店的时阵呢，伊就交代这个客店的头家讲，头家啊。啊，明仔载啊，你也甲 morning call 一下，我有要紧的代志，要较早起床，啊、哦，啊，即、这个头家就甲印好啊咧，啊，印好了呢，隔当刚早起呢，时间就会到，头家就要甲 morning call 啊，但是各位，即伫1886年，迄当时敢有电话，迄当时也无电话啦，所以 morning call 得用人去弄门，啊，无像即卖 morning call 用电话卡者就会使咧，所以即头家就要去甲弄门，要甲即个人客叫起床啊，啊，即、这个人客。啊！这头家是着敲敲弄门啊咧，哦，啊！伫弄门的时阵呢，伊着为窗仔边影去，还有窗仔边有一旁呢，吼、哦，影去看，啊！这人客哪奇怪，人客伫困，啊，有盖被吼，啊，被单内底那土的狐狸的尾溜走出来，伊就想奇怪咧啊！啊！这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啊？哦，伊本来着惊，无啥敢去咧，哦，啊，尾啊呢，伊也是提出勇气着敲敲弄门去啊，哦，啊，弄门去的时阵，伊着讲话着皮皮喘咧。哦，啊！这人家看这头家皮皮出来，讲啊，头家也无你是安怎吼，他还皮皮出来。啊，这头家本来无啥敢讲，尾啊嘛是提出勇气就甲讲吼。啊，到我拄则要翕的时阵吼，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溜啦，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哦，啊，这个人客呢，看到司机泄露啊，哦，秘密去用知影，伊讲，伊就老实甲这个头家讲，讲头家也无唔对，我就是。山顶来的狐狸精啦，哦，啊，即届呢，着要紧的代志入城要来办理，但是即个秘密吼，拜托你毋通甲人讲，哦，啊，你若帮我保守即个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啊，要哪甲你报答，哦，到你若摕10元吼，去庙里添香香，
嘿啊咧，甲囥咧咧，隔顿工互你变二十，啊你若囥二十，隔顿工互你变四十，吼，互你加倍啦吼。啊，即个头家想，啊哪有遮好康个代志？哦，不离个呢，伊就想讲，我来猛试看卖咧，反正呢，猛试也无白害啊啦。哦，我来试看卖咧好啊。所以伊真个，伊就真个摕十块银呢，去庙里跳庙香遐咧，就甲囥咧。哦，隔顿工去变偌济？变二十，哦，爱注意二十个坑嘞，隔顿工去个变偌济，变四十，哦，伊就想哇，这冒死啊嘞，结果心肝一个贪，哦，伊讲安尼二十、四十、八十、上万呐，无我坑较济，要坑偌济，无我坑一千块好啊啦，哦，伊就坑一千块，隔顿工去变偌济，照讲是爱两千嘞，结果他拢无去。种奇怪是迄、那个，是迄个风吹去也是安怎？哦，伊讲啊，无阁藏一届，阁藏一千块，隔顿工阁去，嘛是无去。啊，尾啊，伊只恍然大悟啦，原来迄拄着啥？拄着变神啊啦，迄诈骗集团啦，迄根本都毋是啥物狐狸精，人是甲你变神啊，吼、啊，骗做当，就甲变做讲是即个狐狸精，啊，其实都无影，人是要甲变钱个啦。哦，所以呢，伊即个日本个怪事。这短篇的小说就是劝咱唔通小贪啦，哦，人讲小贪就会两家人咧，哦，哎、啊，你看一百年前咱的祖先就叫咱唔通小贪嘛，哦，结果咱即卖咱的经过遐久啊咧，咱台湾人嘛是够足侪人咧，啊，不是咧小贪，哦，也有用骗钱啦，啊，骗身躯啦，哦，上害是呐骗选票啦，哦，啊，选举的时阵台湾人的戆戆咧，选票阁用骗去咧，哦。所以你来看，这是一百多年前，咱的祖先就用白话的方式写小说，劝咱唔通小贪。哦，过来，咱阁记一个咧，这份台湾府城教会簿内底呢，毛啥毛翻译的文学呢？哈，譬如讲，各位捌看过台语版的《灰姑娘》无？台语版的《灰姑娘》，灰姑娘咱要怎讲？有人讲啊，直译啊，直接甲翻译叫灰姑娘啊，安尼听得了无啥开口咧。所以呢，你来看，咱发现伫这份报纸内底，伫1915年呢，咱有刊载一篇叫做《土摊》啊，这個、台语版的《灰姑娘》。土摊，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摊，哦，啊，咱台语啊，你若甲加去呢，就定变成名词吼、哦。所以伊这土摊啊，就是讲卖土摊迄个啦，哦，啊伊。所以就个号名叫做土摊啊，吼，这是台语版的灰姑娘。你看，咱嘛有加一挂欧洲，包括咱即卖正个囡仔爱看的即个囡仔故事呢，嘛有加翻译做台语的咧。所以咱迄当时的即个文学呢，就来小改欧洲的文学过来啊，就甲欧洲是有做文化的交流啊咧。哦，啊，过来长篇的小说嘛有呢，譬如讲1926年的。溪畔牧师呢，伊有写一本《出师传》，规本小说拢用台语罗马语书写。哦，啊，过来，1925年蔡培慧所写这本叫啥？又看卖呢？哦，这白话写十项关键，十项关键。哦，十项关键的意思就是讲。咱台湾文化要安怎才会当发展，要安怎当进步？伊提出十大议题、十大诉求就对啊。哦，所以叫做十项观点。这是1925年蔡培慧所写。哦，啊，这是伊的内容。哦，伊讲吼，用本岛人咧，拢共有360万人，仅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甚物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下无当，一项是识法的人无十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艰涩，非常学得学。哦，伊就提出伊的看法啦。哦，所以伊当时就真积极伫鼓吹即个啊，用罗马语来书写吼，较会当哦，大家较紧来受教育。佫来，毋但有人文的物件，嘛有医学科学的呢。像讲医学课本，1917年戴仁修啊，伊所编的即个内外科看护学啊，规本呢，规本呢，
拢是用台语所写诶。哦，甲恁讲，咱人身躯诶构造是安怎？啊，像这呢，1917年，中国还未五四运动进程，咱就遮先进诶，用台语白话书写诶台语课本啊。哦，过来，数学课本，1897年啊诶，数学课本啊，伊诶册名叫做《必选诶初学》。哦，伊来甲教讲，要哪来记写吼？伊就写记写的法度吼，要哪甲记写吼？啊，教讲吼，啊，这小目吓，这要哪读？要哪加？啊，加啊，要哪减？吼，诶，这1897年呢？啊，中华民国都还未成立未，还阁是大清帝国的时代，咱都已经用白话文，用台语的白话文伫教数学啊咧。哦，以上呢，咱是举一寡例尔。还阁真济，但是因为时间的关，咱就无详细，无要阁详细介绍哈。各位有趣味呢，啊，恁会当去看一趟啊。这是去年呢，啊，台湾文学馆委托我来出版的一套叫做《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这一套拢总有5本哈。啊，咱拄则讲的遐差不多拢有收录伫真内底。咱有分做文化论述、甲启蒙，啊，还阁台语文学，还阁小说剧本。诗甲歌吼，啊，叫散文嘞，等等五大个主题嘞，分类着为差百当前遐个古早白话字文献嘞，咱拢去甲看过嘞，甲揀出来，较有代表性个吼。啊，当然这是文学馆所出个，所以拢是较针对文学性，或者是讲有文化启蒙这方面个内容啊，咱拢甲选录出来吼。啊，咱这是用即个白话字原文啊，以及咱个附一个新个汉字。哦，因为咱即摆惊讲话人咧，可能要用全部罗马字，伊即个白话字咧来看咧，可能看较袂惯习哈，所以咱阁有汉字的对照啊，所以各位若趣味会当去详细甲看哦。啊，即原则上拢是100当字，拢差不多是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咱着有诶遐作品甲揀出来哈。啊，为虾米咱要做这呢？就是要即个一方面啊，算是要挑战啊；一方面就是要即个证明讲呢。因为有的人，譬如讲像这个政大，啊，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陈鸿明呢，啊，啊因呢，无采伊是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呢，结果呢，伊讲吼，台湾文学呢，未使用母语来写作啦，啊，台湾文学呢，嘛无法度用母语来写作，啊，台语文呢，嘛无文学啦，伊咧讲这个黑白讲的话啦，啊，咱就是要甲证明好看，啊。伊讲咧，台湾文学得爱用华语来写作较会使。结果呢，伫100当前，中国人搁伫自负自愿用文言文写作的时阵，咱台湾人就用咱台湾的母语，搁是用白话，就来咧书写，来咧创作，也有医学课本，也有数学课本。结果伊拢甲只富富的拢讲拢无啦。哦，啊，即个人讲啊，你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啊，这就是啥？认真讲啦，迄是中国国民党调岗安排的啦。你甲看。你政大迄算是党校呢，啊，政大内底会当设一个台湾文学所，迄就有问题啊啦，哦，啊，结果因台湾文学所拢咧教啥？认真讲，拢咧抱遐个在台中国人个作品啊，譬如讲啥物人，譬如讲余光中啦，譬如讲白先勇啦，遮拢是在台中国人呢，拢咧甲抱遮个人，啊，正讲台湾人，譬如讲咱拄只介绍遐陈启潘牧师、蔡培慧，哦，也是遐个真济遮作家。伊有要教无？有伫研究无？有伫提倡无？拢无啦！因就是咧配合中华民国要宣传讲哦，啊，台湾无文学，台湾文学拢是遮个在台中国人创造出来啊，拢是安尼。恁就要讲遮，伊要提啥？要提解说权啊！哦，啊，这嘛是就是，即、這个去年呢，啊，我甲即个黄春明呢，哦，起冲突，哦，我甲牙白啊抗议，哦，包括黄春明。伊来阮台南演讲的时阵，嘛是咧讲这种论调呢，讲台湾吼无啥物台语文学啦，无啥物客语文学啦，吼、哦、就干呐意思就讲，就爱用华语来写作较会使啦，啊嘛无需要，嘛无应该，甚至伊阁公开举名道姓咧批判讲啊，啥物人啥物人吼，遮咧用台语文的人咧，拢是不伦不类啦，哦，所以去年我才即个摕海报甲抗议，哦，大概由来是安尼吼，啊，所以咱才证明讲。咱台湾语文有文学的过去无？有啊，是咱家己无受教育，咱家己无了解尔。我较早伫读大学以前嘛，拢无了解嘛，想讲台语就无多读，无多写。其实毋是啊，是咱无去了解，吼、哦，是即个中华民国政权甲咱剥削着母语的教育权，
无爱互咱认捌家己的母语，无爱互咱认捌咱家己的历史，无爱互咱认捌咱家己的文化。但是这未来，咱拢爱来改变，重新互咱的子孙来了解着咱家己的语言、文学、历史。过来，咱拄只介绍，迄拢是差了一百当前。有的人讲有啦，啊，恁一百当前有啦，啊，即摆阁有无？有人讲啊，你都断正去啊，即下都无人伫用啊咧。感恩呢，即摆嘛阁真侪人坚持要用母语写作呢。虽然讲即摆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咱的教育全部拢是北京话独尊华语教育呢。但是嘛，阁有一群人坚持用家己母语写作，坚持用母语来文学创作，来办报纸、办杂志呢。咱即摆来举例，譬如讲《台文通信》《台文网报》，这拢1990年代就发行的啊。啊，过来《海岸台语文学》《台文正线》啊，还是讲《首都时报》，这拢即摆阁有伫发行啊。啊，这拢是用啥？用台语来写作，用台语来办的杂志或者是报纸，啊，即嘛拢阁有呢。啊，遮办遮报纸拢是啥？用家己落袋仔钱的呢，啊，拢用家己的钱，无伫计较呢，吼、哦。因为咱知影办这一定拢是了钱的啦，哦，这账户足有限的，拢是了钱伫办的啦。但是遮的人坚持用母语来创作，用坚持用母语来办报纸，咱应该爱甲敬佩、甲钦佩较对呢。结果迄天黄春明去年演讲遮啦，伫偏向遮的人啊，讲遮的人不伦不类啦，讲遮的人无应该啦，讲台恶意啦，爱用中文来书写就好啊啦。无猜我较早嘛，足欣赏黄春明伊较早写遐所有乡土啊乡土的文学作品呢。哦，我较早嘛是粉丝，尾啊后来即几年才发现讲，人讲食老开始出片吼，食老开始变相嘞。哦，过去伊是真徛伫台湾民间，徛伫乡土，为着咱只基层老百姓伫发声。但是年纪愈老，了可能是因为吼，咱中华民国即摆拢会策略上拢会较抱咧，讲伊即是文学大师咧，啊，用抱一个愈来愈欢喜了咧，讲的话完全拢偏对中国去啊。甚至呢，毛我合理怀疑呢，因为伊为着要让伊的作品会当踮中国来出版咧，哦，所以呢开始拢讲一寡抱中国的话啊咧。啊，这毋是干伊个人的问题呢，真侪呢，包括义工中遮的人，包括真侪啊，咱就无要讲遐啦。真侪人过去哦，讲干咱袂输拢外反中国的呢，结果即摆啦嘛，为着中国市场，为着伊的册会当去中国卖尔，拢去讲中国的好话，甚至呢，有的人搁安怎篡改家己的文学作品呢？甲内底过去曾经骂中国共产党的拢甲提掉。目的就是啥，通去踮中国出版，哦，啊，遮个人有侪也无真侪哦，哦，咱今仔就无要讲遐哦，所以过来，咱拄则讲的是台语的，客语的有无？合法的有无？有咧，哦，譬如讲客台语，也是讲文学客家哈，文学客家即卖嘛搁有伫发行，哦，等到文学客家是即几年才开始积极要用主动用客语来书写文学作品的，即咱拢爱甲肯定，爱甲支持较对啊，哦。哦，啊，所以呢，真正呢，为什么咱台湾人拢唔知影这历史？因为咱无教育嘛，所以才造成咱拢是啥母语的青面骨啦。哦，虽然会样讲，但是咱都袂样读，袂样写，啊，造成今仔日这种的局面哦。咱来举一个例啦吼，譬如讲像即卖呢，目前咱台湾的母语教育观是安怎方北上？哦，譬如讲我有个统计啦，为国校啊、甲大学呢。平均每一礼拜语文课内底呢，华语、英语、甲母语、台湾母语吼，伊个比例是安怎？平均册呢，一礼拜内底呢，华语、北京话啦吼，礼拜头爱17至24节啦，吼，因为伊个话有一寡春秋的空间。咱切一个整数，准20节就好啊，哦，差不多20点钟的时数。啊，英语偌济？平均差12至16，咱切一个整数，差14节。啊，母语偌济？干呐，国校啊，一礼拜一节尔啦。啊，国校了就过就无啊啦。国中、高中、甲大学都拢无啊啦，无必修啊啦。啊，小学一节，一礼拜一节，一节几分钟，40分钟啦。啊，老师若较慢教的，啊较早提早下课的，剩啥20-30分钟尔啦。一礼拜20-30分钟啦。啊，人北京话伊强标咱爱一礼拜超20点钟啦。
这个哪袂受伤嘞？人北京话吼，拢是一天食三顿，啊三顿拢食白费，拢迄种互你推甲饱的。哦，啊暗时佫互你食宵夜嘞。哦，啊咱的母语呢，无论你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的族语呢，一礼拜只互你食一顿暗糜啊啦。各位，你若一礼拜食一顿暗糜，你枵死的袂？咁要枵死哦，可能枵到剩皮包骨安尼尔嘞。哦，啊所以这就是咱目前。咱的母语教官是安怎互剥削啦？哦，啊，像这呢，咱去年六月呢，二三十个本土社团，迄中华民国教育部甲抗议，要求爱增加母语的时数。伊甲你讲吼，啊，这增加学生的负担啦，袂使啦。叫伊伊话恶钱啦，过无几工，伊就去随宣布啊，讲这高中呢，爱必修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就是遐文言文的教材，遐四书五经，讲爱去增加几学分，四个学分啦。而且足恶质哦，伊讲哦，爱分做四学期来上，一学期一学分，意思你啊连续上两档啦，上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啊。爱这有经过大家同意无？无呢，伊就直接甲你话了，讲爱做呢。啊，这增加学生负担未？会啊，但是伊卖拢无要紧啦，因中国人卖拢无要紧啦。啊，若咱台湾人卖啦，讲哦，啊这袂使哦，拢甲你讲哦，这增加学生负担哦，啊无就无师资无啥货。就安尼相定标准呢，这就是啥？中国人恶习就是安尼啊！哦，好，啊，这个啊，咱拄则讲着吼，啊，即摆呢有一挂挂羊头卖狗肉吼，吊羊头卖狗肉的这些下属呢，啊，像咱拄则讲的陈鸿明呢，正代台湾文学，食一个名讲台湾文学啦，但是伊做的拢是啥？拢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啦，咱得甲检。检验一下，譬如讲吼，正大大文所，伊个开个课程有任何直接甲台湾语文有关系无？无啦，各位唔信，你通去网络甲查，去正大大文所甲查，我查过吼，拢无半节课甲台湾语文有关系。过来伊个入学课上恶一个啥呢？入学课内底呢，你要人家读习书，吼爱入学课爱考啥？考国文就是北京话、英文、台湾史、文学理论甲批评，佫有一科叫做。中国文学史啦，讲你要读台湾文学的吼，讲就爱去考中国文学史啦。哦，啊你若甲问讲啊，为虾米就爱去中国文学？伊讲吼，啊咱台湾文学就受中国文学影响足深的，所以爱读中国文学。啊，若照安尼讲吼，咱嘛爱读日本文学呢，咱受日本文学嘛足深的啊。啊，咱嘛爱读英国文学呢，哦，足侪人拢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啊，所以你嘛受英国文学影响啊。啊，咱嘛爱读美国文学呢。哦，比如讲足侪人，比如讲细汉，我特别看过，比如讲即个《汤姆历险记》吼，也是讲美国真侪文学作家所写即个作品，安尼嘛爱读呢。哦，啊伊他们考美国个，考唔考英国，考唔考日本个，较独独就敢考中国个，即就是伊个心，伊个头壳内底咧对中国个嘛。哦，伊就是做假个嘛，根本就是中国文学所嘛，啊食一个名讲台湾文学所啊，要骗人个，过来。咱来看伊个毕业语文的要求，伊讲你毕业进前呢，要有两种个语文的要求。第一题是啥？英文一定爱。过来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外语，除了英文之外呢，其他外语拢会使。啊，那台语、客语会使无？伊讲歹势 ，no， 袂使。啊，只有恶习啦无。台湾文学所要求第二外语，啊，煞无要求本土语文，所以会形成啥呢？台湾文学所毕业吼，台语袂晓讲，客语袂晓讲，但英语足够个啦。啊，嘛有可能德语足够的啦，啊，但是本土的语言拢袂晓讲，变成这种憨狗的代志啦。啊，这三样创出来，类似单方面这种啊。啊，这种下属唔是单方面遐个呢，足济学校啦，包括清华、台大，足济拢假牌啦。遐一半以上的师资拢其实拢是中文系来的啦。啊，中文系咱就知影，中文系内底九成以上拢嘛。讲较歹听，中国奴才啦，中国文化的买办啦、买办啦，啊，伫台湾你推散中国文化的，拢嘛遐个人，结果因就是来占这个亏啊。啊，这就是迄当时阿扁啊任内时阵，伊虽然成立足济大学内底成立足济台湾相关的科系，但是可惜呢，伊会用生囝，袂用顾囝啦。啊，这个科系生出来了呢，个拢许中文的好康着啦。伊拢无去监督，无去甲注意，结果拢是哦，中文系摕去啊，拢挂羊头卖狗肉啦，啊，变成咱即卖诶即个乱象吼。啊，当然，即个未来呢，
咱台湾民众嘛拢爱处理这乱象啦，啊，拢爱重新来处理哈。好，以上呢，这是针对咱台湾语文这部分啊所做的介绍哈。啊，咱时间嘛拄啊好已经够啊哈，啊，无咱就先讲到这，啊，若有啥物意见呢，啊，再搁私底下来讨论哈。感谢大家，多谢。